最后，我们也想问问赵又廷，你是怎么办到的？永远都是美丽上扬，然后永远都是自信满满。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吧，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了，在大家都很忙碌，然后压力很大的时刻，其实要适时的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这就是咱们 Do Superior 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呢，我也会找到一个适时的放松的方式，然后也希望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谢谢赵又廷的分享，谢谢。好，请大家呢继续支持 Do Superior 系列产品，也祝大家在周年庆呢都有非常好的业绩，继续为我们创新高。也非常谢谢百忙之中来到我们今天记者会现场跟大家互动的最佳代言人赵又廷，再次给他掌声，谢谢。来，各位电子媒体朋友，我们在台上做联访，我们也让大哥先补一下照片，大家稍微等我们一下下哦，不好意思。好，哇，你冲好快。卡就从最新的照片，各位贵宾也赶快帮我们上传啊，宣传一下全新的美丽上扬、静而且非常活泼的赵又廷，与众不同。除了他温暖、非常可爱的被壁咚的影像，请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全新的广告。好，请赵又廷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百万平的销售量，四冠王的产品的 VIP 们啊，来来，大家倒贴几点哈。也再次谢谢各位贵宾的光临。